著名相声演员。哎，不敢当。于谦老师。哎，您老师爱听您的相声是吗？听说您在德云社这个后台啊，对，是最开朗的。哎，那是捧我。平常没有烦心事啊。哎，只要能玩就行。哎，我好玩，只要活一天啊，就为了这一天的高兴。我这眼光太短了吧？这么说，就是希望每天都高兴，那是好啊。我问您啊，啊，像这个说您相声演员爱好广泛哦，学的东西多，嗯，多知多懂，不敢这么说，即问之学。那您是什么文化程度？我呀，嗨，文化不高，高中毕业，完了啊，高中毕业，对。要说出我的学历吓死你。嚯，那您是什么学历？初中毕业。这还吓我。你听我清楚，初中毕业。我听清楚了，是初中毕业呀。哎，比高中小还矮呢。后天的学习你比得了吗？啊，那您要这么说，后天努力也很重要。后天的努力，中国的古典文学我都读透了。您也好这个？在家里边经常干有文化人干的事儿。啊，那在家里边您都干什么呀？读书看报也行，操琴舞剑。嚯，这可高雅了，文人干的事儿。在家里边要吟诗作对。怎么着还写对了？吟诗作对，都吓死你。我不至于这么胆小，我就吟诗作写写诗，做做对子。哎呀呵啊，张嘴就来。是啊，满天的胡来啊。胡来？怎么叫胡来呢？就随便说，畅所欲言。写对子？写对子。还好啊，我也喜欢写写对子。咱们今天跟这连连句怎么样？谁跟你写啊？你什么水平？我是文人，是学者。你说相声的，你还是一捧哏的，招你惹你了是怎么？从来就没露出大腿来。我有下台的时候也出去。我以为你假腿呢。我告诉你，您要做得好，我跟您学呀。你行吗？待会咱们试一试。那行，好吧，哄你玩会儿。行行，小宝贝啊，别谁呀、啊、小宝贝、啊？就你这八零后的，我又八零后的了。行了，您呐，别找便宜，好不好？咱们就连连句，做做诗，行，写写对了，咱来一回啊，努努力啊，争取能跟我对上。可以，对对子的规矩你懂吗？那您说说，一三五不论，嗯，二四六分清，嗯，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哦，大陆对长空，一套一套，雷隐隐，嗯，雾蒙蒙。山花对海树，哦，赤日对苍穹，行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，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。您这不是对对的吗？您这唱快板呢，这怎么的？还有板有眼的，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咱们开始吧，开始吧，明白这意思？来，来啊，来啊。咱们先来点简单的啊，甭简单的，上来就来难的。比如说啊，我要说上，上对下呀，哦，上对下，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又来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行了行了，山花对海树，没完了，赤日对苍穹，行了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，嗯。仄仄平，最后一句是怎么着？别说了，说那么多没用。我说上，您对下。我要说天呢？天对地呀、啊。哦，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这太赖我了，这雾蒙蒙。行了，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，明白？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。啊，您上弦了是怎么的？仄仄平。行了。啊，天对地，雨对风啊！行了，我这是大陆对长空，行，雷隐隐。不是你再说这套，我抽你，你信不信？这怎么了？这是我给你讲讲规矩。我要说盐，您对盐对醋，对醋，盐咸醋酸五味调和。哦，盐对醋，
因为盐是咸的，嗯，醋是酸的。好，盐要对酱没有了，咸的对咸的没有了。是，那我要说好，好歹呀，好歹，好要对坏没有了。是啊，好歹哦，反义词。好对歹，我要说是炮，炮怎么是对炮啊？怎么你知是我挪炮？好嘛，下上棋了。对的工整，别工整了，您呐上当了。我这几个字啊合在一块儿是副对子的上联，您这是上天演好事，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，造龙对。刚才我说您对的是这个吗？我说就这么对的。怎么对的？刚才我说上，我对下，我说天地，我说盐醋，我说好歹，我说是好啊，我这是上天演好事，我下地醋歹炮。哎，就我一下地醋，我那炮逮着了。那买哪儿啊？胡说八道不成？啊，废话就怨谁呀、啊？怨谁、啊？你说？你说怨谁？对对的，我一个字一个字蹦的吗？啊、您这干嘛呢？我啊，一个字还不成？那当然，最少俩字，谁对对的一个字？好好好，行。说俩字，你对不对啊？对呀、啊，你对啊，对呀、啊，对你好好说呀。谁对呀、啊？我说你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啊，对不对？听这个啊，对对，你对不对？你贫不贫呢、啊？你听这个吧啊，山羊上山，切，对对啊，水牛下水，我能添字，我能加字，山羊上山，山碰山羊角。你瞧啊，山羊太笨了，怎么了？上山啊，碰脚了。你这让绵羊知道，绵羊笑话你。你哪儿那么些废话？你才绵啊，不是这个脚，碰犄角了。犄角。山羊上山，山碰山羊。哦，你早说。哎，我给你对水牛下水，水没水牛腰。哦，那我还能添字，我还能加字。山羊上山，山碰山羊角，咩？你怎么了？碰疼了。哦，碰疼了。哎，我给你对水牛下水，水没水牛腰。嗯，咩？这怎么回事？我呛着了。好嘛，水牛也是。你说怎么就呛着了？你水牛，你要是奶牛，你呛着、啊、这让奶牛笑话你。您老连皮带讲，这受得了受不了啊？咱对的工整。我给你出一绝的，出一绝的，你听我这个啊。说，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空树空。我给你对，是不得不得不得别，不是不得不得不得别。绕口令啊，是怎么着？您这不就绕口令吗？我这可不是绕口令，我这是对子的上联。什么意思？这是、哎？我这是个列国的典故。哦，列国的典故。您要咬人呢，是怎么着？我这咬字清楚，甭去了。列国的典故，嗯，说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啊，走到半路上，突然天降大雨，走不了了，打伞呢？哎，没有伞哦。正看路边上呢，有一棵大树，树当间有一个窟窿，孔子呢就上这空树里边避雨去了，这叫空树藏孔。孔进空树，这孔子进的空树里边去了。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空树里边有孔子了。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雨过天晴不下了，孔子由空树里边出来了。孔出空树，空树空，空树里边没有孔子了，空树空了，这就叫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空树空。怎么没憋死你呢？哎，就这个，您来吧，就这个。哎，简单啊，来。我给你对，嗯，肉巴大痛哗啦咔嚓扑通，哎呦补补补滋滋滋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，您这得够四十多个字了吧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多少字？我这十八言，我这也十八个字，不能够。咱们算算，数，您说啊？哎，你手够小的，你看我手干嘛？我就说这意思，你短粗。你这小手，你数不数了你？来。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空树空，十八个字，最后落在山上。对，最后落在山上。
啊，肉吧嗒通，哗啦咔嚓扑通，哎呦补补补，子子子，哎，不对，没了啊，肉吧嗒通，哗啦咔嚓扑通，哎呦补补补，子子，不对，这人不会数数了，这人，肉吧嗒通，哗啦咔嚓扑通，哎呦补补补，子子子，哎，就定这儿了，是怎么的？哎，怎么样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您呢挨个的挨着字儿的数啊，您还从肉吧嗒通，哗啦咔嚓扑通，哎呦补补补，子子子，哎呦呵，好打人啊，废话让你推着，行了，十八言是吧，十八个，好，您这有奖吗？当然了。怎么个讲法？你这是什么？我这是列国的典故。我这是本人的实事儿。哦，实事倒是可以对典故。什么事儿啊？话说在想当初，嗯，去年夏天。哎，去年夏天叫想当初啊？您不是本人的事儿吗？对啊。哎，您不会说话呀？我爱怎么说话，你管我？行。在想当初，啊，去年夏天，听着别扭。不瞒大伙儿说啊，我们家不是北京城里人。哦，我是大兴人，农村。哎，嗯，家住那房子也是农家小院。那好啊，到了夏天呢，空气好，是空气一好，草一多，这苍蝇蚊子就多。对，我在家正待着，一到了夏天，嗯，这个苍蝇蚊子屎个浪，臭虫挂着脸，耗子满天飞。对，耗子也满天飞啊。就您家什么耗子？这吃苍蝇那个，那个声波，那个那叫蝙蝠。我不懂，我不懂，反正这些东西在院里边飞。哦，我在屋里待着，是这肉吧嗒。哦，那汤我把茶杯碎了，汤哗啦，茶杯碎了，哗啦咔嚓，把砂锅砸了，咔嚓扑通，我又打床上掉下来了，扑通，哎呦硌了我腰了，哎呦补补补，放仨屁，那么子子子呢？吓死仨耗子，去你的吧。